喂，投策部，你的股份在我手上。喂，你先听，哎，等等，你先听听这个。你们有人接走布丁吗？你要什么？我五分钟后打给你。喂，喂，你他妈要是敢！喂，我传真了一张声明稿过去，拍影片照着稿子上面念，然后发表，一字不漏的，错了一个或是敢耍什么花样，就准备收到布丁黑色部位。没追踪到，我知道啊，因为你只比了321之后就什么都没有做了。这样子，太过分的是你，不可以，真的是你。这内容太过分了，乔不可以。可是不照做的话，布丁就完了。照做的话，乔也完了、啊。尊严能跟布丁比吗？我觉得这次有什么东西比布丁还要重要？够了，加摄影机，乔，加摄影机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曹政府，请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影片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。那个乔，他上面写 IG， 还有追踪我的 IG。你们有人接走布丁吗？